家好，我是小乔。我现在在玩的游戏是《塞尔达传说：王国之泪》。那上一集呢，我们最后传送回来了雪原驿站。然后呢，我打算要来解这边的大妖精之拳。那我们就先过来跟乐队的人讲话。丫丫，团长是米洛央。丫丫，这间雪原驿站附近有大妖精尼加大人。丫丫，正在下雪，有办法看见吗？他说这边的大妖精很喜欢于福尔所演奏的圆号音色。可是乌玛纳利号现在无法遮风避雨，他希望要加装顶棚。那我们就会收到献给尼加的小夜曲的挑战。那他要顶棚，所以我们直接就来这边拿木板，拿一个最大的来帮他们装一个顶棚。好，那装了顶棚以后，我先去把我的马叫出来。嗨。哦，领取哦，可以看一下那个牵引力比较强的，都好像差不多。我们来叫我们的王族白马好了，他的牵引力有三个。哦，啊，哦，那我们来帮他装上碗具。嗯，诶，牵引碗具。更改哦哦，算了啊哦哦嗯哦，好，然后我们就把马骑过去，骑过去马车的那个附近，好，然后再把车拉过来粘在碗具上。那都做完以后，我们就回去找团长聊天。我带你们去吧。诶，我这样装还不够顶棚吗？还是我没装好？哎，我们只装到旁边，那我们把它再装一下，装好，现在应该可以了。好，再跟他讲一次，我带你们去。嘿，这样还不够吗？还不够牢固吗？装好的东西吗？不然我们再帮他装一个后面好了。这样不知道可不可以？这样就可以了，所以是我刚刚可能没装正。丫丫，左方绕过去登山。丫丫，应该是顶棚要尽量都有办法遮到那个他们的车子座位上。那我们就骑上马，然后开始往大妖精那边过去。他说要从左边才能上山，那我们一样先骑过来这里，要小心小波。
我先换成小波的头套，看他这样会不会就不找我麻烦。小心驾驶。白白的雪路，那我再把头套换回去，才不会看起来很好笑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到了，到了，不要紧张。哎，丫丫，没空发呆了，赶快演奏。紫色的头发。痒痒，太感动了。啊！我不能再发呆了。痒痒。然后他就给我们银卢比。痒痒。钱包一下轻好多。痒痒，哦，去找下一位大妖精，然后他要借走我们的马。痒痒，那我们就完成献给尼加的小夜曲。嗯，哦，像你这样纤瘦的男生也不错。嗯。这样可以大幅强化。嗯，那我们看一下有什么服装可以强化。来把防雪雨饰强化一下。铠甲也可以强化了。这个也一样可以强化到二星。基本上你只要需要特殊的那个套装的那个效果的话，就是强化到二星。这个我都还没强化欸。那我之后再自己利用额外的时间来强化。还有一个人没有取回力量，他在南方格鲁德地区附近的驿站。他说是南方的格鲁德地区的驿站，在这里平原外围的驿站。那我们去驿站之前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东西。
这里有一座山，我们可以先爬上去看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是之前解过的神庙。那看起来这里好像没什么东西。那我打算要先传送到。这个是神庙还是塔？我想看一下。我们先传送回来这个塔乌恩喜优神庙。好，然后我想要先前往这个。蓝色，诶，这是蓝色还是紫色？紫色的图钉。那我就来后面。那我们看一下距离有点远的话，我们一样拿出 E。然后我们就用救急手把 E 放出去，对准我们要去的方向，然后再拉回来。一样就是到 E 的中间之后，然后用倒转乾坤。好，然后就解除，这样就可以飞在空中。那我们就前往我们要去的目的地。应该是那一座神庙，哎，盯错地方了，在这。那我把紫色的图钉删掉。E 快要消失了，等一下就准备开滑翔伞。是在打雷吗？这里也有一座神庙，一样可以先标记。打雷了就注意一下身上的装备有没有会导电的。刚好我现在身上装的都不是铁制品。快到之后就可以开始改成俯冲慢慢下去。就抵达新的神庙，这个叫哎呀，兹拉卡瓦卡神庙，刚好掉在荆棘上。好的，那我们下一集再来解这个神庙。那这个神庙建议就是从空中，或者是在没有下雨的时候来，这样才可以把这些荆棘烧掉。好，那这一集就先到这边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帮我的影片按个赞，那也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拜拜喽。